小雪讲一段我们武魂殿成立之前的故事。爷爷，有鬼来了，大家快跑啊！不要！哼，邪魂师，受死！小雪，你一定要牢记使命，做这片大陆的守护者。嗯，爷爷，我一定会的。为了这片大陆，我绝对不能倒下。魂殿的使命就由我。